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朋友以义合者，友谊最美的层次是精神上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融。让我们搭起心桥，在爆料革命中，在新中国联邦里，感受彼此间的脉动，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Hello, friend.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频道。然后还是由老马啊，抽烟喝酒烫头的老马出来了。咱看得到吗？看，有点小啊，有点小。咱还是老样子，先就这么连线。行。哎，这样也挺好啊。哎呦，是不是有意思？有意思，好像可以。等一下，我看看。是不是可以看到？哎，这样可以。咱这样三人同框也算同框了啊。三同框现在是我最笨了，我弄不了，你们能不了我弄不了。我现在就是一个破手机。行，咱们不管怎么样，先弄起来。弄起来。啊，那个。嗯，来，老爸您先说。啊，今天四个，今天星期六，今天星期六，今天做第二个那个菜吧。特别感谢这两位小战友这么有勇气，是吧？然后我们都出镜了，我们都站出来说几句话，说几句真话，说几句实话，说几句人话。刚才看俺红那台节目，是吧？你看看。他最后行不行？这帮文房骚客们有多么厉害？他就是恨不得把安红给套过去。他好孩子和叶兆莹他套不过去，他就要把安红套过去。你看安红都在身在局中，是吧？其实安红不要有这种顾虑，这个小包括小皮匠的那些伙子做节目，大家不要有这种顾虑。我们进了局儿，是吗？我们再出来，我们原则性的东西不丢失就 OK 了，是吗？叫他们设计局儿。他们现在怕吗？是吧？你们俩先说两句，我进来看看什么题目再说。好，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郭先生这个直播中啊，说到了一些很多的细节啊，那现在这个细节啊，已经慢慢证实了啊，是确实是有那个男女方面的这种问题啊。那对，像这种。所谓的这个科学家啊，就是阎立梦啊，这个蛇精从那个香港出来啊，他这个搞这种事情啊，还有就是小蔡在虽然作为正房妻子啊，居然能够在眼皮底下容忍这个事情，这一点您作为一个男的怎么能够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感觉啊，他有点儿真的自不量力了，他自己感觉像不像那个洗面清啊？啊，是不是像那个？在中国现在流行的什么那个以牙齿吃啊？你真是当个鸭子了，自己叫自己了不地了，嗯，是吧？现在你严严要求我再往后，你做这三份报告，现在已经文官已经披露出来了。做这三份报告情况下，你最后你参与到这个政治这么大的政治当中去了。我上次前几天后就做节目说嘛，对不对？你不就是浮上其水吗？是个傻瓜呀，能看得出来呀？这得多大的啊，叫你下这种决心的？你想干什么？想再要想挑，你想挑号吗？你想挑在他那儿？你挑不起来，你们几个挑不起来，几个文房骚客。我最多要给他们10天到15天，你看他们就开始崩了。还别正牛逼的时候，别理他们。10天到15天以后，你就看看这
结果就出来了。别着急，在旁边看，慢慢看着，知道吧？我们先站出来了，就说这些话，知道吧？就不怕你。特别是我老马带着两个这小战友，这多牛逼，知道吧？站出来，我们是男人，知道吧？我们就不怕你，对不对？嗯，你们要说，对，反正不说，反正我们这个三天了，是吧？这个上周三到今天周六三天了，这个我们反正到现在也没有收到这个王地方所说的这个。还不便找我们是吧？没有。绿色被人骂。睡觉睡的，就是说我的手机给我彻底黑炭了，你们那个手机黑炭了。哎，这个说。光推特看，你知道吗？别的东西我玩那看得了，刚才看那个 GT 我都看得了。嗯。哎，推特给我黑炭了。我就想到这个事儿，就特别好笑啊！就是他们所说的，我们这个。都是国家级的在保护我们啊，都是军人在保护我们的情况下，居然去收那个大家的捐款啊！这个捐款一上来之后，好像这个格局一下就不像是军人了，一下变成了好像是在地铁站才能看到的这种穿着绿军装的这些人了。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完全是共产党那套东西，就是大家不要有这种顾虑，就是我们进去的角儿是什么，我们再出来，我们损失什么，对不对？我们看哪个点赞点错了，我们写个推，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吗？我点错了，我也很好几个情况下，那个以前关心的，像那木子那个叫什么毛啊，那个机器毛啊，对吧？以前我也关注他。对吧？这个情况下，我们不是这一条道上沿了就算了，是吗？一学校管住的话，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很简单，是吧？大家不要有这种顾虑，因为我们属于局外的人，人家给你设的局是设的多大的局呀、啊？我们哪能看得出来去？我们就平民百姓，我们减轻这个信念，这么走下去，我们就完了，是吧？别叫他们去耍去呗，现在就像猴在那耍呗。我现在咱节目我连看都不看，是吧？这么耍，还有一段时间耍，还得耍，怎么的？嗯，谁？你哪说？对，其实就是说，就是有句俗话嘛，就是人不完人嘛，是吧？谁都会犯错误。对，谁都会。对，就是你犯了错误之后，你是什么态度？是不是？哦，对，我虚心这个改正，是吧？大家了，对不起，对对对对，错误了，对不对？对，就是这个王立刚。他就是故意这个，就他就不要错误，带着步就这么来了，对不对？嗨，现在我告诉你们，现在这个戏还没有开始，在这开始的时候，到最后情况下，他会以什么话说呢？他以什么的名义说？你看那个严立鹏来了以后，一个小少妇，他生理有需要怎么办呢？我代表什么名义？我来解决他生理需求，是吧？后面还有那些马蛋，这不共和国了？还有这全球精神病联谊会了，整个跟西斯以前玩那些东西一模一样。你们记得吗？西斯有个姐姐，后边也有个姐夫，还有个专业小哥，知道吗？他们玩的那些东西吗？我们现在又开始来了，嗯，这不现在往回一套，你们讲 OK 了，在旁边看着呢。哎，这个玩到最后，他有一个那个赛琳啊，赛琳就感觉是个啥呢？我可能打断了老马的话。赛琳感觉就是他们那个上帝啊，这个上帝无所不能，又是可以保护他们，只要一说到路德，或者是啊正眼看他不顺眼，都要被关到关塔纳摩去了啊！这个是不是他们请来了一个神上帝？请来神上帝，像那个我管他叫福尔马林，我管他叫福尔马林，像这种类型的人，他在瑞士了，我可能十天左右然后我8月份左右然后我到瑞士去旅游去，对吧？我在瑞士待个那个3天到4天的样子，看看那福尔马林情况下你在瑞士把我老妈怎么地，对吧？我非得要碰到这些事情，我就不相信那邪，嗯，这不那是不把本能请过来了，对不对？你不把那个庞麦号请过来了，你弄的这个料来，太档次太低。是玩的不行，玩的不行，是的。对，那天那个王立刚不还发说啊什么感谢什么他这个
其实我们不一定是从那个说直接是挺，我们从我们逻辑方面可以看到，其实文贵七哥这个四年的爆料啊，是真有料，是真有大心脏，是不是？有这么多东西，不是怎么一步一步把共产党憋到这个角落里头来的？这个咱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是吧？然后他的一个战友在那个路德家里头住。但是的话，我们从这个战友了解到，是一开始住的是地下室，啊，是吧？咱又知道七哥这个房子啊是有多阔，但是呢，居然安排我们战友住在地下室，然后呢，每天压榨他，让他来做这么多的歌曲。对此的话，老板，您这一点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从这一点看到他的人品。这方面情况下，往后我不怎么太熟悉。是的，因为后这事儿就只能是文贵那些报出来后，就我们后我们知道一些。这个人呢，我跟你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对我好的情况下，我要肯定要知恩图报。你包括那小强，你都是一样。人家文贵给我钱，人家养着我，我在这儿待着几块，你路子骂给人家知道这层关系。我的话就是说，我知道事儿后，我刚说不刚说的时候。现在人刚说的情况下，人巴掌说出来了，就完了，知道吗？人家还是够晚班的，对吧？以前我不刚说的时候，我尽可能就不说，对，是吧？现在刚说的情况下，然后能说了。包括入职节目，我以前也是，我也看不了了，我连点赞都不点赞，我连看都不看。可是说我不能说的话，一说的话情况下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这不都我们都犯这个病？也就是说，我们都在局里头，我们不知道。这个职职包括到底有多大？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把战友们都往好处想，把我们认识的人都往好处想，不会往坏的想。但是的话，像这个事情爆出来，我是觉得这个做人不能这样子。第一，这个房子是郭先生的房子；第二的话，这个战友是郭先生引诱出来的，你居然让人家住地下室，然后还这么剥削他，甚至那个歌曲的话。还是这个盲人战友去做的这个
歌曲，然后路德来了个摆拍啊，就像中国的现在很多的假唱一样，来秀一下。我们之前也看过他那个拨琴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好像从来也没有个弹出个完整的曲子来，后现在才知道啊，他所谓的这个练琴，也就是这个假把式在这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嗯、对，您说，对，你不是他这个假把式，您有什么看法？因为我知道您比较喜欢音乐啊，你们看过他之前的这个，嗯，我喜欢这种音乐是属于很浪的音乐。这种重金属的音乐话，我根本听不了的，知道吗？因为你要重金属的，就是乱凿啊，知道吗？凿的越响越好，知道吗？真正就是说，如果弹那个吉他，叫什么艾斯布兰卡是吧？那个，你这种音乐的话，你只能说给自己听，你给专业听后，人家会笑死你了，你自己还陶醉了，你自己陶醉可以玩，可拉说你的话，这种事情你不要玩。玩吉他的时候，最经典的一首音乐就是吧，爱你在心头难开，你弹一个，就这一首音乐情况下，然后你弹吧，这人听了后很舒服的。这我对音乐很有这个，算我自己认为啊，是我追求那种很精致的东西。这像吉他情况下，爱你在心头难开，还有一个鱼的节，那个鱼的节奏，还有一个老鹰之歌，这三首音乐你弹。你弹不出来这种样子。真正现在这个事儿，咱不谈音乐，咱就是说谈的这个，就是我到我这种岁数了后啊，我见过不要脸的，我见过不要脸的人，可来说我真没见过像王金刚跟这个严耀这样子这么不要脸的人。你狮子人家的，喝子人家的，柱子人家的，所有人家情况下，好，最后全都给套进去了。你就是说你们做这种事情给你自己的爹妈留点脸吧，你说你们留脸吧，你现在你还怪后是我们这些人经过采取这些个行动来情况下，还说我们不好，他整个给人给套进去了。有很多的情况下，那个不明白真相的人，他们光看这一点，他们根本就不看星期日那个盖错的事情，星期日的事情，星期一的事情，把耳红都想套进去，你说他们多么坏呀、啊。这是最主要的，知道吧？你这做研究员，你有点底线，你现在你还不走，我的妈呀！我的脸往哪儿放啊？对不对？你都砸到这种程度，你为什么你还不走啊，王平刚？对吧？他往哪走啊？他往哪走啊？再走的话就回地下室住了，他得住地下室去了，他得自己刨个坑在底下了，在地底下了。对，你不就以为你不走？人家房子是人文贵的，车是人文贵的，人家你在这平台挣的钱，说句不好听话，人都是往后你新中国联邦文贵这一块了，才挣的钱。你交这些自己了不起了，这你叫什么事儿？是，这不根本就不叫，这不是不叫人干的活儿，知道吧？这真正叫做不叫人干的活儿，是吧？你连畜生说句话，你像黄河边说的话就是畜生，知道吗？这是畜生。连黄河边跟现在你们仔细看看，海外那些个砂锅的以前的那些频道啊，连这帮人情况下都骂那个黄平哥，你这是人干的活儿吗？你吃的人喝的人，你情况下完了后啊，你现在这么傻。知道吗？这还没有到哪里呢，知道吗？他还很多情况下是三种上爆发了，爆发不了，等着吧。对，他以为啊，现在七月份了，他以为八月底啊，这就是他收割果实的时候了，因为他现在想着这个阎立梦啊不得了啊，他现在好像已经掌握了话语权，都掌握了那个真理的感觉了啊，他一弄就是。对来，老马，您说一说，他现在感觉自己已经膨胀到掌握真理了，快！他现在就是膨胀到一定程度了，现在再加上那几个文王骚客，是不？再加上那，比如给你涉及到的是吧？哎呀，这、哦、我们的功劳有多么大了，知道吧？怎么来怎么去，不是那么事情，知道吧？全世界死了400多万人了吧？现在死了400多万，欧美国家就死了100多万了，家伙，都死了100多万了。这些国家不着急，美国死了60多万，他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呀？现在咱再叫号是吗？你王金刚跟那个严耀，再加上你那几个文房骚客，真正咱现在不用战争是吗？真正是现在你站出来一个，现在说我回中国，我老马跟着你回去，
我跟着你回去，你说打打是吧？嗯，咱怎么打？嗯，是吗？这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吧，就是这个王定刚跟这个严妖啊，就觉得哎呀，这个严妖现在在全世界，哎呀，是吧？又上媒体又直播的是吧？可能这个全世界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严妖很厉害啊，是吧？这个可能觉得那王定刚一出来啊，能威胁我们。其实这个就说白了，就咱中国人都这个老话，这飘了，还自大，是不是？飘了，这个。之前还有这个，就是说之前那个网上有句话嘛，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你如果是个猪，就是你赶上这个好的这个风口了，你就能把你吃上天了，是吧？现在是行了，你这个猪一马上得掉地上，但是我想问问你，这个猪掉地上，你吃成啥样？不是他这个等于是啊，这个第一个是软饭硬吃啊，我们这个王定刚是吃软饭的行家呀，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第一个老婆就是吃软饭吃出来的，那第二个老婆的话也是吃软饭。现在的话，这个岩妖啊，他又是绑上人家了，是吧？觉得天使啊，天使都跟我都睡了天使了，这还得了啊？那我不是天父啊，是不是？那是天使，我就是天父了。现在啊，他离开这个爆料革命啊，就真的是应验了有一句话，就是那个他从楼上跳下来啊，真的还是以为自己，他其实在往下坠啊，他以为自己往天上飞的感觉，他有一种自己已经会飞翔了。老马，你觉得他这个飞翔的感觉，这种大头阵是怎么产生的？现在就是不用证明别的，就证明一点，你王军长跟这个严长这块钱有没有男女关系的事情？对，有 ，OK 了。严宝利，你母亲来没来到美国 ？OK 了。这个事情我们不用跟他解释，你去跟美国人去解释去说去。嗯，人家美国人傻呀，你们想一想，美国人死了60多万人了。他这个国家把人命都当成这么重要的东西，他啥呀？他欧美国家他啥呀？怎么动啊？对不对？怎么动？怎么那些东西怎么拿出来？不是光你严立梦情况下有这些东西，人家没有科学家嘛？人家这些东西都要摆在面上来了，对不对？再加上共产党情况下这么大国家，人家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他的底下人有多少这个疏通啊？现在我看今日头条情况下，要把小布什给搬出来了。把小事不是搬出来了，像文贵说的情况下，总没有开始那个建立咱们小兵嘛，就是那个外交了。嗯，怎么能不输送吗？大爷，美国大爷情况下，完了后不要打了，后我错了，是吧？你是我爷爷，我是你孙子，怎么都行。再加上美国这些华尔街，像那个什么索罗斯啊这些个，就是这那叫什么？采尔德那种家庭嘛，情况下，他们的钱和美国退休大多数现在都在美国，都在中国了。这钱不让你撤回来，那咱就怎么打？嗯，这不是最简单的？你脑瓜子大毛病到那种程度了，你以为文贵傻呀？人文贵知道，跟他上层都这层关系了，他还不知道哪天动手，哪天不动手吗？是吗？我们老百姓是吗？有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我还是那句话，看黄金。你看看黄金会不会突破2000、2500到3000？中国的股市是不是从3000+捞到3000、2500到2000，彻底的完蛋，是吧？不达到这种程度，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军事的东西，是吧？嗯，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大脑瓜现在好多因为他自己了不起了，他能统治，这能指挥什么北约呀、啊，在那个美国这些个海陆空那个军队了。你去指挥，快去，是吧？快去大刀队，大刀队，我估计那个小菜情况下完了后，哎呀，这种人真是也很悲哀，是吧？你没有办法，是吧？你看六七个孩子了，咱们也往原来那个眼角情况下再给他生个孩子，很好玩的。生完这孩子再没屁眼儿，生完这孩子没屁眼儿，你看看报应。对，我们看到那个，了解到了这个王定刚这个事情啊，就像郭先生说的，那个严立梦帮着王定刚吸痰啊，这个口活这个方面，
我相信这一个科学家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这到底是研究了哪门科学啊？这个学的专业好像跟这有点不对口啊，是不是？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学的生理学啊，不应该是医学啊。你怎么看啊？尤其是那个刚那个去年子的时候，那个王定刚的胖啊，那个真的是肉眼可见，这个简直就是可以说人形和牛啊，就是真的是。这个人身上全都是脂肪，这种真的是怎么会下得去口？我感觉你的这个事情，你们年轻啊，你们真是年轻。其实往后我说的话不好听，知道吗？其实当小姐不可怕，当小姐她是一种职业，她为了生存没有办法。真正最可怕的就是这些个利用了精神文明牌坊还有高学历的这帮婊子们，那才叫可怕了。他高了下巴，他不说高下巴，他说我体验一下，是我帮他解决一下问题。他跟你辩着这玩意儿说，你看看咱们这些日子做的节目，他说我郭文贵三个字吗？没有，都是你们的精神领袖，对吗？你们邪教领袖，那邪教领袖，那你们几个傻逼呗？我们邪教领袖，那你跟邪教在一起待了几年呢？在这么多年，结果现在你怎么不说邪教呢？那郭文贵是邪教领袖，那你是呢？对吧？你不邪教是像扫牙了吗？你看他们说话情况下，永远这帮我跟你说文房少客，他们甚至说话骂人情况都不再出脏字的，这帮人才真坏了。哎呀，可惜我老马不会骂人呢，这我要会骂人后，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他们，这没有来对付他们。我就想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的段子啊，就是以前的话，妓女的话是谈相貌、谈岁数，后来人家那个在那个饭店里头啊，不是宾馆里头塞着这个小纸条啊，上面都写的是学生啊，跟那个空姐、少妇、嫩模是吧？现在都是谈职业，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好说啊，以后可能那个。外头塞的这种那个小卡片啊，上面还写的啊，博士啊，是不是100块钱一次博士？这有的时候都真不了，现在就是这个值钱到今天这种地步了。别说完后那个夏红啊他们嘛，连我这60岁的人都看不明白。我都快60了，我都看不明白，我星期日还这么好了。挺激烈就开始来了，知道吗？你看看多大的差距，知道吗？这个你怎么办？知道吗？你碰见了这种局了，碰见这种嘛，测出来，知道吗？像阿红的，不要着急，阿红不要着急，以后阿红要听见就会，以后我老马上上你节目去，知道吗？咱们慢慢说，知道吗？阿红有话说，慢慢说，不着急，知道吗？我们在旁边看着，我们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心态。我们自由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就能对付他，能娱乐了他。这个几乎就是在以后去盘古也好，到喜马拉雅山，这是最后的一个大半小时了。过去完了后，剩下都是小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太大事情。在后面当然还有会麻烦，什么格莱说这种麻烦，那是那个文贵都处理得了的，是吧？你包括这次就锻炼了我们多呀，你看小皮匠。做的几个节目后，我们都露脸出来，这是叫共产党害怕的，这是叫大导演他们是吧不喜欢的事情，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你们两个小伙子，我们那天做完节目完后，我看了三遍，知道吗？我就表感觉到真的，我为你们高兴，我真的为你们高兴，知道吗？其实就说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已经拿不住我们了，对不对？他以为能够把一个路德弄掉了之后能拿得住，拿住我们，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钱花的都是为了猪了，都你感觉。像他这种级别的，像文贵说的，这个，您说，这个我觉得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猪大脑袋，这个王立刚是吧？这个。在节目里说嘛，说这个你
们这个什么这个像胡文英一样，他觉得那个前一天晚上他带着这个小学生邀请这个郝总啊、叶雨霞还有这个安红上节目啊，可能我们接下来就要砸他们了，是吧？这就是自大嘛，飘了嘛。我们这个他说我们这个是没有这个思想的人，是吧？这个脑子有问题，谁真的脑子有问题啊？对不对？那个天天在节目上说假话，这个王林刚说到最后，我自个儿都不见了，不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他觉得就是啊，说我们这个就会这样，你带着这个安红啊，安红姐啊，带着这个郝董啊，带着叶妮啊上节目，我们接下来你一反，我们就会砸人家，对，我们没有自己思考能力吗？我们看不出来了，对不对？其实他们一直说那个文革二点零，我再给再加三方面说一下，现在不是文革，提不到文革，现在已经是这是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就是战争，没有选择，我们站出来都是战争，我们都是那个战士，是不？像文贵说跟我冲，他的朝里冲，我们后面跟着，就像你我们三个。走，跟我老妈说，我得在朝里，这么三十往后，这么我们是浙江男人。你看我们出来后，我们都暂时没有退路，我们没有退。你文革当中，你还有退了，还有老百姓啥家里能吃饭了，我们退啥退？就这叫战，这现在就是战争，就是你死我活。你可以选择这总理，是吗？我们出来后这版本就没有这种选择。你包括他。这个王金章大拿的跟这几个文房商坐下的，不是我们干死你，就是你干死我们，就这么简单。我反正对于我来说就这么简单，是吧？我能做到什么事情啊？我就去做。对，气死了！我这些日子往后站的，有的时候一听人说话，哎呀，哎呀，哎呀，总是在哎呀，是为什么？你这不是你这么大的博士生说的话。对吧？什么叫博士？博士人一多，我们赶这儿来，对，其实我们赶这儿来就是我们每个人就像老马哥，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对不对？我们对，这个军队，我们就叫爆料革命，对不对？我们这个团队就叫爆料革命，对不对？我们的目标就是战胜共产党，实现新中国联邦，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对不对？如果真的想说王定刚，你吓唬吓唬我们，整个杨迪是吧？出来吓唬吓唬我们啊，我们就退缩了，我们就不可能站在这儿，对不对？还就是啊，你要敢砸我们，就是说 FBI 什么找你，你来吧，找我们吧，来吧，是吧？我们都在来嘛，我们等三天了，我也没接到电话，也没接到邮件，也没看见 FBI 人，你找 FBI 嘛，对不对？他现在就是说大话，是吹牛逼，说大话，是压压寒气儿。你这种道行，你甚至连古惑仔都不如，对吧？连香港的那些个古惑仔那些片子，我年轻时候看过，你都不如。古惑仔这帮老大一说冲，哗，全都上去了。你看看你们上几个？哦，我们上来了吧？我们上来了，上来就行，你知道？对，我们这天我看那个王林。对，那天我看王定刚那个还出门拍战友们图片，说你过去找战友们理论理论啊，对不对？你不是说 FBI 来抓你吗？这样不在门口的。哎，不是，王定刚可是说他自己一个打十个啊，是不是？我们那个就是。不是那个中共有一个人说自己能够扛200斤啊，他说他能一个打十个，我在想是不是叶问找错人了，叶问应该找他来拍啊，是不是？那感觉他成了叶问的那个代言人了，我估计他可能说我自己不仅能扛200斤，我还可以在上面再加个阎立梦躺在上面，是不是？叫北京中南坑里那帮人说的话，最佩服谁？他们保证说郭文贵三个字。叫海外那帮砸锅的情况下，他们比方说你佩服谁？郭文贵。连和平情况下给文贵定的是旷世奇才。连黄河边情况下，黄河边给文贵定的那事儿情况下，那叫笑话。黄河边给定的情况下，中国2000年出现这么一个人物。如果说新中国这个就是说共产党死了，新中国联邦这个就是说回到中国去了，黄河边说我死无葬身之地，他都不敢回去，这黄河边说的话，知道吗？你心情
家的话，不是我们说，就是这个样子，是吧？是文贵改变了这个这世界，这世界逐渐现在在改变，是很多的事情大势往，仍说我们不知道，是吧？知道的情况下，共产党全部违反了，各行各业全部完蛋了，嗯，我们可以从侧面知道，就是郭先生出来之前，中共和美国是什么关系？郭先生出来之后，中国和美国是什么关系？你不看其他的，这个东西难道是美国自己想把中国共产党搞死吗？我相信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愿把他逼到这个角落。那中国共产党真的是，要把美国啊无缘无故就要搞了吗？我相信不是，这完全就是有力量在后面推动。你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那些什么黄河边啊，什么这个边那个边，是不是搞出来的这些什么，是所谓的民运能够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这种，这些都是笑话，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不是一个级别的。对。那不是韩系啊，什么赵光卓他们说的话，现在根本就不听了。理论里面不是男人，嗯，这不三种人这么个严酷情况。现在如果说王丹跟那不是韩系赵光卓他们一直坚持文贵走到今天的情况下，天下就是他们三个人的，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甚至文贵情况下，都一个什么都平起平坐的，他们现在没有这种勇气出来。共产党现不保到现在。这五天之内情况下，就一个人郭文贵，美国离开条件嘛，就要这一个人。嗯，是。那你现在是这个局情况下，这个局面你不看明白的情况下，你怎么聊后面的事情？是吧？你像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些个叫我装睡叫不行的人，你不要去再叫了，不要再叫，没有用了。现在你怎么叫没有用了？咱一醒了，告诉你，我还欠300万账了，我给你还去吧，对不对？那很简单的事，你自己去玩去。对，我们不要，就是我们能做，就我们自己能做到什么事情，就做出来就完了，就不要去管，管不了这些事情，管不了后面事儿啊，越攒越来越大。还有一句话是吧，你们记住，3到5年之内还是这个样子，在这3年之内解决不了这些事情。美国可不傻，连美国有制裁权，真正打起来了，中国12亿人，印度10几亿人，这30亿人呢，30亿人怎光吃饭怎么办？那国际那真正国际是叫灾难了。他不是不考虑，他们逼我们急，我们在旁边看着呗，对不对？我们就在世界上最稳安全的国家了，看着呗。是国内受不了啊，国内根本就受不了，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国内受不了，一个月开个3000块钱工资，是吗？留点钱省吃俭用，留点钱自己，是吗？到我这种岁数，哪个没有病点病啊？剩下全都交给医院去了，没有什么存心。这个真的是国内现在就是没有存下一点款，存了一身的病，这都是真的，是不是？就国内老百姓，为什么国内很多人都装睡啊？其实他们怕呀，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啊，就是几套房子。如果说这个房子一旦没有的话，中国先不说6亿人，是李克强自己说的，6亿人只有1000块钱，这些人说白了。也就没有，就不可能有什么念想，这些人是不是？你出国也出不去，你买吃的你就只能混个温饱，是不是？能吃个饱饭，这就是已经人生最高需求了。剩下来的中国总共还有大概有1到2亿的还没有开始工作的儿童，那个吧，学龄的孩童，然后还在上大学的，这个根本就没有工作能力，那就整个8万去了。8亿去了，剩下来中国国也就大概10亿、11亿的样子，那剩下来就几亿人，这些人的大部分资产是什么？无非就是房子嘛。所以为什么郭先生说房子早点卖掉，要保存什么钱？就是为什么要换成外币？这就是为了保护中国的这些2、3亿这些人能够
有一个活路，别把自己给逼死了。我是觉得这个是最伟大的一点，还有很多人其实还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什么呢？心里头还有个梦，就是咱再苦个几年，先吃点咸菜啊，一天就吃个一两肉，全家就吃一两肉，再忍个七八年，这个房子咱这住一套，卖个几套，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就是实现他们所谓的中国梦了，是不是？现在的话，我的中国春梦，对对对，我的中国春梦，我给写个春梦。然后这是对啊，这就是中国。而王定刚现在是做什么梦呢？他现在也在做中国梦啊，也在做春梦。真的以为这个三年多的爆料革命，这个果实要归他了。他所以天天119，我可以看到这一年多的节目，我每一天不离119啊，就是给大家洗脑。这个三年爆料革命不算啥，就我这一年做的贡献啊，抵那个民运啊，抵上郭先生，就抵上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我王定刚做的事儿，他这个脑袋这么大的，估计也就是天天想这个事儿，把脑袋撑的。老马，你这觉得他这个大头症啊，他这个做春梦啊？这种大头症，其实包括你们年轻人看的问题，还要有点简单。知道吗？这不是说他自不量力，而是说背后的力量叫他就是要自不量力，让你搅得越乱越好。这是他背后的人的事情，那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事情。他知道，我告诉你们，他知道。这么一砸了锅以后，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全部没有了。嗯，对不对？搁任何这是最正常的想法了。任何情况下，我想我上哪去啊？对，还真的是得感谢他这个后面的这个力量啊。他那个博博士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啊！这个房子他可是没有拿走了啊，就帮了我们大忙了。对，他没有想到会这么厉害。我看你现在这局是怎么走，怎么玩，对吧？他就是现在给搅和你的越乱越好，越乱越好。共产党不怕乱，共产党喜欢乱。是古巴苏文贵讲完了，共产党就喜欢乱，越乱越好，知道吗？就怕你不乱。他怕你不乱，知道吗？在海外的他们的情况下，不到一亿的中国人在海外境外都在哪个国家都在造反，他才高兴了。嗯，中国人不会团结。嗯，是不会团结。尤其是他这个后面的博士军团给他拱火啊，我估计是这样子。后面的博士军团嘛，这些博士，我估计100%是什么假博士啊？哪有？这样子天天一天到晚不干啥正事儿，天天就是那个陪着那个王定刚和他的后宫啊，在天天搞这个东西，还天天吹捧他啊，你是大神啊，你是拯救上帝了，对吧？那不是拯救人类了，你把上帝都拯救了。估计王定刚一开始也不太相信啊，被他们吹捧啊，自己有点抖起来了，老太太摸电门有点抖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感觉？那个还真了不得，那个说话颜值情况下，那真不是一般人呐。怎么那人？我估计那个时候是设计的这局，对，那不是一般人。那个条理非常清楚啊。这条理特别清楚，知道吗？走到哪步情况下，他们都设计，现在都设计好了，知道吗？设计好了，荷兰说他们可能能设计到十一天以后的，也设计不了了。嗯，他们现在能设计到10天，我估计能设计10天。现在还没有大乱，现在还没有那个怎样的乱起来，怎样一乱起来就是那个雷修马旦共和国怎么成立了？那怎样乱了？彻底完蛋了，是别着急，千万别着急，知道吧？对啊，估计他们跟海外的这些什么所谓的民运啊，最后联合起来了，要搞一个这边叫爆料革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不会像像这个王丹不是还行能看着喜鹿大脑袋，不可能的事情，连黄飞辫都看不起鹿大脑袋。我告诉你，以前呢，这个我原来我跟黄飞辫打了这4年多嘛，我总听他节目，他前些日子节目就说了，这不阎梦丽怀孕了，哎，我还纳闷，阎梦丽怀孕了，我的门队没有去，
想当陆大脑袋，我第一个想当陆大脑袋，知道吗？可能说不敢说呀，这种话，这是花花这样想爆出来呗。严梦丽怀孕了，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事儿还真有。我这怀疑这个那个，他们不是信上帝的吗？怎么还有送子观音这种事儿啊？还有云孩子，是吧？这很蹊跷啊。圣经啊，是本好书。嗯。一百个人看的，有一百个意思解读。嗯。从郭宝胜牧师，到最后到路德，这都是也那个人天天去教会去那个礼拜去。是吧？做打造去，是吧？他们信这个路哥，他信仰那个耶和华的，是吧？耶和华在这城市情况下，也有个耶和华见证人，人家的人的素质真是很高的，素质很高的。信仰耶和华的人情况下，那是不参政的，不参军的，是吧？这叫信仰。嗯。什么信仰情况下，就告诉你情况下，哦，住的人房子，吃的人家的，开的人车，砸人家骂人家嘛，你还告诉这那个邪教的这个领袖，我代表上帝来救你的，你看这都是他们说的话，嗯，是的，对不对？这个邪教对这么说嘛，我代表上帝来拯救你嘛。你们年轻人记住一点，以后你们到欧洲这些个地界的，特别是在欧洲这些地界，这人有没有信仰啊？你看他进教堂，他是不是敢往里头走？从进门一直围着这教堂走一圈，走完了以后到最后情况下，你看看他到功德箱里头，他拽不拽这个钱？嗯，是吗？任何的都是一样，对不对？佛也好，神也好，都是。就是上这一炷香，你看他上不上这一炷香？如果说这人情况下，不管他跑到人家多钱，他往这功德里拽放钱了，这人永远喝酒。你像路德跟郭宝胜的情况下，我敢保证他们去教堂情况下，他们恨不得把这功德箱的钱都拿出来，放在他口袋里头，他不会往里头放钱的。我仔细看了，这个文贵的所有的视频，他去那个教堂做祷告的情况下。很早的时候肯定会放很大的红包，这叫信仰。这么这叫信仰，人家信仰人家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可能那个陆大脑袋的话要把那个功德箱上面贴上他的那个机场链接啊，让人家扫码来给他来。对他来说，要他们都把功德箱里的钱全部拿走，这就是他们。是吧？他们不会往那里头放一分钱的，你就记着的话，对。像这个路德这个事情啊，他这么做，对不对？这个可以说已经是很让人家觉得丧尽天良了。你要请找出来一个所谓的什么博士啊，只不过就是他一个炮友。那你对于他这个老婆这样子，就是一个怨妇一样的。天天生活在他的身边，但是呢又对其他的战友又是向着路德这种刻薄的，你觉得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啊？哎呦，这其实他本心呢，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是好的，这人在逐逐渐渐在变化，就说这些人们特别是男人来说变化大小呢，看你口袋里有多少钱，是吧？钱越多的情况下他变化的越快，你知道吗？变化呢，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像他这种，知道吗？有点脑袋，你几乎往我们几乎看不出来，几乎看不出来，是吗？我们看不出来这些事情的，只能说他自己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局到底是严鸟设计的，还是那些莫博士设计的，还是说共产党这还有别人给设计的？我跟你说，这个局要接下去，我想那是真大的局，对，是吧？想把人保住大脑袋，现在将给玩死了，他现在后悔死了。我告诉你，陆大脑袋现在后悔死了，把自己后路给砍了。对，你暴露的，知道吗？属于不好听话，暴露的太早了，太早了。现在不早不早，我们都嫌他暴露的太晚了，浪费了我们这么多时间。
坚持坚持，他那个可能博士阶段还在后面想呢，坚持啊，再坚持个一个半月啊，你就马上就能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了啊，你以后就不叫那个王定刚了啊，是不是啊？早了，我跟你说，咱们报的就是早了，知道吗？真早了，我反正在旁边看的情况下早了，他把俺公拽过去，然后就是说他给俺公拽过去，完了然后那我喜欢的谁在旁边看，一个俺公，一个那个瑞安平，还有卡利西小皮匠，咋算他们根本就算不过去的，知道吗？他自己设计的，就是说设计的就是挺好，暴露的早了，我反正感觉暴露早了，他那就是应该还是要几天。到这月底八月初的样子，还得提前了一个月。他没有想到文贵正好那两天情况下嗓子说不出来话了，他们感觉这是机会了啊！他们感觉机会了，感觉这个空窗期，这个窗口到了，是不是？就是对，没想到文贵精神恢复的这么快，真的是没想到。你文贵是什么意思？他从他的吃保健，从各方面情况下。你想共产党用了五年之内情况下历来情况下就对我这一个人，他还就在天天帮我们叫嚣，你来啊，你想文贵的后面有多大的力量，你们想这个局是就是这有多大的力量，人家是早叫你帮知道吧，很多人咱说心里话，跟文贵这种人的千万你可别帮了，你帮吧，你帮来帮去情况下你给自己给帮进去，所以文贵先生说嘛，为真不惑，对不对？为真不惑，你不要在我面前演戏，是不是？你面对文贵先生这样的人，文贵先生你什么样都不知道，他看不出来，他见过多少人，是不是？对，是吧？你像以前文贵爆料那个说的笑话，我们说那个香港那个向华强是向华上的那个歌，那就是摆那哈，知道吧？打个电话，拿冲锋枪过来了，来。你干一下，这么来个电话给我下去马上杀，这么你想想后面都寄生蛾子情况下，那都做后台情况下，你算干什么呢？对吧？那个就是情况下那种局面情况下，大脑子去了，当时就尿裤子了，尿裤子了，知道吗？你以为香港那帮古惑仔们好惹呀？真正的欠儿们都在香港了，早跪下来给人家舔皮鞋了都。对，你给人比。什么级别的，知道？你包括我老马出来，我为什么总做这种视频吧的？我有的是真看不公，我现在跟你们还联系上了，是吧？联系上还能说的话，完后还能传出去。我以前跟他看的时候，我真气的慌，气的不打一处了，知道吗？用一国之力，这帮人渣们窟窿全都扑上去了，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不看看自己吃几碗干饭的？哎呀，你看看现在。败了，你还叫号？哎，你这号怎么叫？我这边我跟你说啊，我星期一、星期二那天，然后我做的发的视频的也邪门，真是邪门。他那些情况下，我这个破手机吧，就那些信号好，知道吗？好的好的情况下，完看完了后就没有了。做完这视频就是十分钟啊。就下了十分钟大雨，那种大雨下的，哎，我就发上去，是，我感觉真惬意，惬意。这等于是，嗯，也等于是接那个，他们想做了一些局，其实我们这边真的是战友们经历过风雨了，经历过战争了，经历过战斗了，是不是？他一开始想把我们的一些。好的战友给拉下水，然后我们让我们去搞乱，最后发现我们这边嘛事儿没有，是不是？最后搞了他们几个，是不是？天天赶出来嘛，是不是？说一句话，你这个博士军团敢露脸吗？啊，有一个敢出来的吗？还想到我们这边搞乱？其实说真的，我们不都是在看他们表演吗？现在是我们看这些耍孩的了，通过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你看看我们大家更团结了，真正情况真正有能力的有大家都站出来，对，是吧？这就是最后的事，我们这些人都属于精华，是吧？就都留下来了。嗯，对，你看看那个说啥？对，这个文博先生不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你们这些伪类，你们都团结。
团结起来，我也算看得起你了。对，我也是。那是2018年，是2019年，2018年吧？咱们有个东兴报协，你们知道吗？对，我听过，是那个叫郭宝胜，是吧？对，带领的那些，多大的角儿？连日亚平站出来了，连日亚平站，我跟你说，我对日亚平的印象特别好。一个日亚平谈了一戏呀，阿红啊，皮匠啊，您这几个女的情况下站的，我印象站的是很好。我感觉我站的，你们这些女的情况下，有的都比男人的胆量大，是吧？我福音军女这些也是。人家日亚平干了几句话，完了，全世界与全宇宙报协，你报吧，你看看你报的，是那是多大的局啊！全民无欲共振，是吴建民的共振，你震呐！你看你现在是哪一个震了？是不是床震了？陆德那个床震了，床震了。那时候。那时候还要郭先生要在他们那个旗帜之下啊，是要由他们那个东京报协来领导啊，是不是那么回事？我好像记得是吧？对，那个事情我，你看，就是现在你回头看东京报协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个局儿，知道吗？过后完了以后，他解开哦，这么大的局儿，人完了会批判了几句话，人不热爱什么批判了几句话，完了解散了，知道吗？还要把它套进去。对，就怕你套进去，就是文革这件事情，就是说，行，大家，然后这个无意共振，起义共振去吧，那就这一句话，全部你的责任，是吧？我们就是说，特别是你们年轻人，是不要跟文革要好好的学，是吗？这都是财富，这个事情不要去做生意，什么不要想，就在旁边看着，这多大的事情。像路德的话，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因为我们这个事儿啊，就是他现在还觉得自己飘在天上的这个感觉啊，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我现在就在那打猴看，在那耍吧。我现在都不看，我等十天以后我再看。你什么时候再看见路德断水情况下，他哆嗦了，那就行了。哎，现在前几天哆嗦了，看了两三次，我看断水哆嗦了。过来的大多数情况下就好玩了，将来玩了，将来共产党给玩了，玩死了，这谁就玩死了。现在你往哪退吧？你陆大脑的情况，你往哪退？眼眼你往哪退？看了吗？好，那些咱们以前那些做视频，还有前面跟你说的话，文贵把这事情只要一退，看你往哪走吧。你祖宗八辈的话要叫共产党给你挖出来，没人给你兜的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你看三篇论文给测下来了，多大的事情，那全世界都是真经的事情给你测下来了，你怎么说？是吧？后面不是往后我们的事情，那是文贵的事情，是吧？那去处理吧。我们就是站出来，我们大家团结好了，就请着文贵怎么走，是吧？我们就跟着怎么走就完了。对，我们能灭了共产党，我跟你说，我这4年多情况，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能灭了共产党，我只是说过共产党你完蛋了。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软蛋的，我就是一个老百姓。你叫我拿着枪，我能拿着矿水瓶子情况下，我跟共产党我跟谁打去？对不对？我们就跟学好了，一个我们现在不就记得我们不是什么一个犯罪邪恶组织，我们是新中国联邦，在新中国联邦就有一个主席，我们就选文贵，知道吗？我们就得听着跟他走，我们是新中国联邦的人，是吧？别的事情以后让你不要去谈，现在是战争状况，我当然我要保卫我的新中国联邦，是吧？我现在就出来了，我跟你干这个事情来，就完了，是吗？我们就定好这个目标就完了，别的事情我们这看不明白，是吧？你包括像中国这么大的局儿，这么大的国家，房地产像这个样子情况下，他不着急，对不对？这也是郭先生一直说的，就是我们耗也能把共产党耗死的，耗死了，是耗死了，知道吗？他们这，
我给算的，因为我的经济到10月份是个粉碎点，到了年底他几乎坚持不过去，到明年五一他就去广场要饭的。这十几天基本上来就这吃喝拉撒他就搞你管。现在共产党把我们，把我咱没有孩子，把我也就是把你们以后的孩子的钱全部给挣完了，叫你们以后的孩子回中国怎么挣钱？你拿什么挣？把地都给卖了，完了，没有经济，全世界经济停摆了，没有经济。你看看我这个这么大停车场，你看现在有车吗？嗯，这么大停车场没有。嗯，知道吧？每年现在就是说星期六，因为他们这车停车场全都满了，去城市里相关去玩去，这是城市的边上一点，就这么一个大停车场。嗯，没有了，全世界经济也完了。这个中国共产党，我就想到一个段子啊，就是郭德纲那时候说了一个相声，啥呢？就是有的人拉黄包车啊，一天挣一块钱，有的人半天就能挣一块，有的人厉害，半天能挣个两三块钱。于谦他爸就不一样啊，半天就挣了200，就说哇，他爸真厉害，怎么挣到200了？我半天就把车给卖了，是吧？共产党就是这样子。共产党就是这样，是吧？现在就是说我希望说你们年轻人从海外这边往回头看中国，你看欧洲，看美国，因为你在日本正好都能看得到，你们仔细看看，就是说国内的这种状况，简直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文贵在北京，他那个盘古那儿，再往北面走，再往20公里，你看还带着军帽儿。嗯。北京的人现在还带有还带军帽儿了，你们相信？有的是穷的人，是吧？不是说哪个倒像马云似的，谁知道马云呢？对不对？以前说马云多牛逼，一个人干这么大买卖。没有文贵情况告诉你，那后来是蒋德斌，那蒋德斌给我也是马云，对不对？奥巴马也成马云了，对不对？你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事儿，我们知道的这些人要感恩，是吧？这才是最主要的。你看看现在，好嘛，什么自不量力了，是不了不地了，露大脑袋。对，要不是有露大脑袋先。郭先生这个平台，对不对？要不是有爆料革命，他路德的话现在还在美国要饭呢，是不是？在那个法拉盛那边住着呢，哪可能让你住这么大房子？你多大的脸啊，是不是？还在自由压缩那边了。现在陆大脑袋啊，就是罢了，自己约的炮，含着眼泪里也要打，不打都不行，有的，知道吗？你听听，这句话说的是。真是太实在不过了，自己约炮约去吧。嗯，这个，所以说，再这么约下去啊，那现在都已经是这副样子了哈，这个脸都成这样子了，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啊，得尿血啊，重磅重磅啊，下面都在尿着血呢，是不是？插着管子尿着血啊。尿着血都不怕，知道吗？再说那个以前我们家乡那边有一句话说嘛的，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不有文化的流氓呢，男的流氓不遇女流氓。这个女人要是有文化，要当了流氓，我们那叫可怕。他给你骨髓都给你刮下来，知道吗？你要咬着那种女人，就像知道吗？真的，他能给你骨髓都刮下来。这种女人就不像贪财好色。这种女人，我跟你说，在床上，那绝对是个荡妇，绝对荡妇。可能再过两三个月，他路德就不是站着出来给拍照片了，就是坐轮椅出来了，站起来了，腿软。得多练腿啊，这个腿没白练啊，终于遇到了一个对手了，是吧？自己约炮自己含眼泪要打，嗯，是看你怎么打。
对，下次机场链接下面写一个，能不能给他空运点海狗丸，是不是？要不的话吃不下，吃不消啊。是吧？你下路在哪的那什么那什么类型来？他要是米饭，那五个绿豆菜的就能吃顿饭。嗯，绝对的，知道吗？他们不吃菜干什么？受不了，知道吗？你给他弄好，你给他弄牛排，他不行，他撞的就渗的，顺着鼻子流血呀。陆大脑的绝对的，你别看他这么做，你给他吃三点牛排，顺着鼻子流血，满嘴那些那个牙刷和那个发炎，他吃不了那些东西，吃不了。别看他们现在有那平台，你别着急，别着急，哪个平台都比你大。对啊，你有啥料啊？你们之前的有些东西。不都是有一些共产党里头的人就想给你挖坑嘛，是不是？就想把那个嘛，对对对说这个小白羊这个事儿，不就给你挖坑嘛？你有啥料？你天天就住在美国，你有啥料？是不是？还天天重磅重磅的，就他体重倒是挺重磅的，还有啥重磅的？行，把小白羊弄出来，把彭爷弄出来了，我的妈，我的眼睛一抬，我的眼睛都没有了。你把那个白登儿子弄出来了，能饶了你？我就不相信白登儿子能饶了你。白登不管这事儿了，嗯，他再脑子吃顿行不行？他儿子可不吃顿的，对，看你怎么摆这事儿，对不对？你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咱们在旁边看着，知道吗？多好玩，嗯，你看看这局怎么收吧。对，你可是把两个国，中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领导人都给得罪了，是不是？你都给得罪了。那就一个东一个西，你往哪退吧？嗯，哪有弄你？哪有弄你？是吧？你像我们在旁边现在看这些事情，天大的事情，往文贵给共产党内部扒下来了。这是东方，西方情况下，天大的事情，川普是吧？领先了一个亿，将近一个亿的这个选票，完了，总统没有了。天哪！我这也看出来了郭先生的实力啊，是不是？不仅仅是民主党里头有朋友，有共和党里有朋友，民主党里头也有朋友，这方面不得不服啊，是不是？你路德才有几个朋友啊？这些博士军团个个弄得跟要饭子一样的，博士军团的，我们看到那个艾丽那个样子，哇靠，这是啥货色啊？一看就看出来了，是吧？其实包括他们这帮根本就不明白，是所有的人能住七星级酒店的人，他开文贵开七星级酒店，这你能那是什么？对不对？那都是什么人物能住七星级酒店？他天天能遇到的都是啥人物？是不是？对，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取消。嗯，是那都什么人物情况下，往后住七星级酒店？你跟他玩，你玩吧，对不对？对，连我老马就会那怎么不往那圈里头蹦？这问，你像路德的情况下，包括，前一段时间，就是说这个盖特，哎呦，我就不明白这盖特这么大的事情，他几乎嘴里头一次没有提盖特的事情，嗯，对不对？我们上盖特情况下，然后我们也不会加钱的话，我还上去加几个人了，转几个推情况下。哎，发的嘛，意思，对不对？你看现在他上去，他不根本就不提。你们是现在你们仔细想，从盖茨一直到路途现在这几天爆料的事情，这事儿都连起来了，都连起来，哔啦吧啦，就会你赶都赶不了这么巧。我都感觉，文贵都设计好了，就会叫你报，在这儿看，你怎么知道文贵啥都说不出来话了？对不对？谁知道文贵啥？我叫你都在那报，你报完了后，我还放你三步，嗯，放你几步，走，你去再报。
对，哎，你在旁边的真的，你这不，你不是亲眼看到，你都不可思议，看到了长见识，长真长见识。对，你看看我昨天晚上我发那个推，就说嘛，一眼识吃，一眼识吃吃，其实这个话是。前一两年的情况下，《今日头条》登的“一眼识吃”是女人说的那话。女人在广东那边、深圳那边有钱的女人，就没找鸭子的事情。一眼识吃，我那时候我随便怎么吃那鸭子，我反正给你钱了，最后给鸭子弄得含眼泪，我让你在我里打这个炮，是这么个意思。你看看，咱们现在太平天国，我给天使都给办了，天使办吧，当吧天使。对不对？当天使把这身羽毛脱下来的时候，你还不游击了你？落飞的凤凰不游击呀？对，以为远处看以为是个天使呢，原来一近处一看是个鸭子，是个鸡，是吧？沾了点毛，以为自己是天使了都。对，再过两天就是一个没毛的鸡。就是没毛，咱就到最后没毛的鸡了。因为以后你是科学家。你就按照你的情况下知识就说这些事情，你不能说完了后的情况下啊，人家给你救出来，人文不给你救出来情况下，你给他写一篇论文，就像在我们那些做视频说的话啊，他自己造个船把人都弄上去了，弄沉了，沉了才往哪儿去呀、啊？你这种王八蛋的话你怎么说得出来，对不对？你等于自己给自己的前程给断了，对你这一辈子都完了。你做科学的你就做科学，是不是？你政治的东西你有把握吗？你能确定吗？我现在就比如说在法院里头问，这是你臆想的还是你有证据，对不对？你有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你没有证据那你就胡说，是不是？那你有一句假话，那我就觉得你这个报告里头也是胡说，是不是你搞的？尤其是这个报告可不是他一个人搞的，他这个很多像我记得好像是有冠博士吧，还是还有很多博士也是参与到他这个里头写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对对对对对，你一句话就能把你这个所谓的什么天使啊，什么那个拯救人类的天使啊，一下就把你打成了鸡，是不是？就是你这个东西，你是哪里来的情报？他要把自己的船凿沉了，对不对？但是好好说到说到了。啊，他自己造的船，自己把它凿沉了，这不神经病吗？是不是？那不神经病吗？对，而且最可笑，这个阎连梦不在那个王定刚这节目里说嘛，说这个就是郭先生嘛造个大船，说到最后什么船沉了，不是开玩笑吗？是不是？自己划着桨跑掉了，是吧？他造个船，连把自己母亲都给造进去了。你说哪有这样的人？对呀、啊，你阎连梦在这儿放屁嘛，对不对？你这个，对不对？你这个鸡不好好当，是不是？你这个说，这个鸡不好好当，这个嘴还笨笨，你说这玩意儿，哎，咱也不知道这个大脑袋怎么看着你了，这玩意儿真神奇。约炮嘛，好色之徒就是都是约炮，所以文贵讲话了，好，你这炮约的太大了。从香港运到美国来了，好18万一张机票，你看看这事儿弄的，你18万情况下，你在美国你砸多这砸多少炮啊？对呀，就是小脑袋当大脑来用嘛。对，小脑袋里面有。对，所以郭先生说嘛，就是参加报道革命，一定这个你不要想从这中间获得任何这个利益，是吧？你就来参加报道革命，我的目的就是干个官呢。是吧？这个露大脑袋，不光想着利益，还想着女人，这家伙好了吧？你说，他不一眼识吃吗？他们那都贪，在这上嘛，文贵出现的到现在来说，第一，你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二情况下，要实话实说，是吧？你跟聪明人在一起，永远要实话实说，你经得起验证的话，这都能录下来的。等录下来，到那天一发的情况下，你自己不自己打自己脸吗？
学会吃亏是福。我一直说的话，一学会吃亏就哪怕我这个事情我做错了，我在旁边看一看，当人家完了后，我们是属于小人物，这么说像反个推情况下，这个事儿我没有看明白，说对不对？完后我这个只是在错了，不就完了吗？就这一句话，就整个事儿就结束了。就别人犯错还承认自己错了，我哪个事儿又错了，对不对？你们那干什么？对，就是不理解，你知道吗？这个夫唱妻随啊，真的可怕呀，知道吗？这是男女之间搞瞎巴的事情。如果说最后猜 ，OK。老外过来要根烟，我们这老外根基了，你给他两根，他给你给他两根了，我不要，就要一根。不是，还好你没遇上陆大脑袋啊，估计遇上陆大脑装啊，他说就留给你一根，这一包我要了，是吧？两次五十万日元，两次五十万日元。还得有一台电脑，我的天哪，我真是，哎，这多贪呢，真的多贪呢。比如说，咱们就打个最简单的事情，以后完后那个你们有机会，就是说带着自己家人朋友来后，到意大利来旅游来了，哎，怎碰找到我老妈了，我老妈肯定要出去。你包括这是最简单的，知道吗？哎，喝个咖啡呀、啊，吃个冰淇淋，那肯定嘛，我不会叫你们掏钱的。你们再怎么掏钱，我也不会叫你们掏钱的。这是你做完后，人家餐厅来了，最简单的道理，对不对？人家给你钱了，知道吧？你说这礼上哪去说去？你还说好人家少了，也不可能让战友睡地下室吧？是不是？这也只有陆大脑袋干得出来，是吧？您继续说，我打断了。没事，咱就是聊闲天是吧？用这种方式情况下，跟大家把这些事情都说明白了，是。就说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情况下，就这种东西，不搞自己的科学，你自己玩起来政治，你太年轻了，太年轻了。你这一出道情况下没有碰。没有想到你碰着这么大的事情，你这回好玩的。你看看现在完了后，就是说我昨天看视频，前天看视频，他妈在美国了。你前几天情况下你还说你妈受到共产党的威胁了。哦，那个后来辟谣了，老马那个辟谣了，那个是邻居说错了，邻居说错了。那邻居说错了，那我也才。
错了，这也错了。嗯，没事儿没事儿，咱错了不要紧，是不是？但咱这个理儿都给大家说明白了。你作为科学家，你了解政治吗？是不是？你原本为什么被人家叫做天使？是不是？为什么有战友们说天使？就是因为觉得你就一心的钻研科学，一心的就想救人。你现在又说自己科学家啊，又要把这个胜利果实给那个，还要踩着人家的头上，这是一个人干的事吗？是不是？而且还是别救你的人。对，你不就这就是这人应了那种老话了，暗箱操爆了吗？嗯，对吧？暗箱操爆了，你说这站到不亲身你参与这个事情当中了，你真感觉不出来，知道吧？有多么可怕？你现在把我很多人现在巴拉巴拉的都烦了，你烦吧，你烦吧，你睡不醒那是你的事情。对，睡不醒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们老板的事情，不是你们然后我们这帮战友的事情。你自己连这个事情都看不明白，那和我们怎么跟你说呀？我们怎么救你啊？是吧？对，我们不真，他装睡的人你救不醒啊，是吧？装睡的人救不醒。这句话是文贵说的，后来我前几天看一个几日头条新闻，这是。世界上哪一个就是说最大的那个控制华尔街的美联储叫什么查尔德的那个最大的金牢他们说的话，是人文贵说的话情况下就比你也要高得多，你救不了。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的话，其实第一是骂一下那个阎立梦和路德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第二的话也是想告诉有一些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拯救中国的，你自己都救不了，你自己的关都过不了，你还想拯救中国，那不是开玩笑吗？是不是？还不要相信这种人。路途能拯救中国呀，拯救中国是到这夜总会把那些小姐们都冲凉了。劝杨姐从良嘛，这陆大脑袋绝对能干得出来。嗯，对，你可别忘了陆大脑袋，你还有老婆孩子，是吗？严鹏的情况下，他那个爷们儿已经现在在美国了，看你怎么玩。这拖良家妇女下水，劝妓女从良啊，这双循环啊，是不是？中共说要搞双循环，路德给你看看什么叫双循环，是吧？所以说不要被这种人骗了。现在习近平我的中国梦，现在陆大脑的我的中国春梦了，他们都春梦。真的搞笑。大家记得这一点，如果我说路德的情况下本田梦丽，就是说他们俩没有扶上起实质上关系情况下，不可能了。对，要是有了这层关系，我们就看着耍猴呗，就天天叫他自己说一个谎，有一百个谎在等着他，就叫慢慢来，你就看着他怎么说，说着说自己打嘴了，你自己就把自己说爆了，自己让他说爆，知道吗？叫他自己去说呗，多好玩啊。多好玩。对，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基本上就到这边。Tracy，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老马吗？那个我就是说跟听老马这个讲，我这非常开心啊。然后我就是说嘛，就这个就是现在就让这个陆大脑袋是吧，还有这个严妖就这个尽情表演嘛，反正我们看他们就这唱头没两样，就是也挺有意思的是吧，挺有意思，也不花钱，还不花钱，也不花钱，对不对？也不花钱啊，然后就看你们在这表演吧，看看你们能整出啥腰来，是吧？啊，这长得大了，知道吗？整起来还没开始呢，你们记者还没开始呢，这才刚三四天，他们设计的剧本能到八九天、十个天左右了，这不还没有来了，这不到最后的话，你就会可能。有可能就是雷修马的神经病开始了，又来又一套又来了，这不叫演呗，对不对？对，好，这个
好，我们最后做一下我们那个银河系的手势，咱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怎么样？这上次老马没法出镜，这今天可是一直出，虽然小了点儿，但一直出镜。好，那 Tracy 你给他给他看一下我们这个手势，他那能看到我们的手势吗？对，老马，这是我们银河系的手势。我看不到现在。哦，他哦，对对对，你有办法那个摄像头你给他看一下。对。哎呀，好行，哈哈，好行行行，啊这这啊不这随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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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好好好。啊，就这个。好，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啊，谢谢老马。一个半小时跟大家的陪伴啊，也多谢大家这个包，我最后说一句话，就是谢谢大家关注的节目，在一个情况大家保持好这种心态，慢慢看，不着急，这么坚信自己，相信自己，是吧？我们最后一定在会在北京相见，谢谢大家。好，对，我们一定会在北京相见，啊，对，拜拜，拜拜。战友们，你们可能是家庭甚至是家族唯一一个觉醒的人，你知道吗？你是富有使命的，你知道吗？你是富有责任的，你要扛下所有的诋毁、谩骂甚至是污蔑，你的任务就是扛下这所有的责任，带领家庭甚至是家族走向正道。所有的一切你必须扛下，没有退路。在家庭里你是孤身一人，在爆料革命中你却有着数以亿计的战友。这一关是上天对你的考验，上天信任你，所以才选择了你。黎明已经到来，一切已经开始了。